这场戏说到底是马伟与兵变的预演，这场戏就是通过阿布宽的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一切。是，啊，由玄宗，由玄宗而舞蹈，由舞蹈拉回而阿布宽，这个时候动着点。杨环在这儿，杨环也在这儿，也是背身，但是他背身，他突然转过脸了，然后眼睛往这儿一看，你走了。冲上他去了，那在水池子里。我告诉你，王迪，你到时候演的时候啊，不是表演的状态，是真要杀他的状态。哦，就按这个来，啪就切到这儿了。啊，可以先休息一下。来，会跳舞吗？比划一下。这个是啊。这个是洛甫，这个是第一洛甫。到这儿了，可以，位置交接。到时候站起，快步到了正台了。那这接着交接拔刀快刀那个动作做一下。对，一个是拔刀的动作，另外是肚子的动作。对，看看走。这个，拔刀，哎，走，下走。走，这个，你说这个动作怎么样？好嘞，二次笔记。